不去外面流行刺青刺就好了，你来这边干嘛？姐姐，如果我第一次刺青，可是我不知道刺什么图案怎么办？法力刺青，师傅说有两种，一种就是适合你的，一种就是你喜欢的。你喜欢的跟适合的是不一样。当你如果有在我们家算命卡四分以下比较差的部位，就是你人生的缺点，我们可以利用法力刺青去补足它。那这个可以让师傅建议，如果觉得这个图很好看，你就可以自己选择。所以我可以随便拿一张图？不行啊，那我外面流行刺青刺就好了，你来这边干嘛？我说的喜欢的图案，当然也是符文啊，不是外面随便的那种。这边有额外的功能，除了师傅建议你，我想要更多的人缘魅力，那我就会选择有人缘魅力的符文。这个只能刺在，啊，不能刺在别的地方。刺在别的地方就叫一条金，你要一条什么都可以，一条招财的，一条人缘魅力的。那有没有刺哪里比较不会痛？都会痛好不好？怎么可能不会痛？但是都是可以忍受的范围。